容易，真不容易。等等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跳了。好好好，那我不过去可以吧？不过就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你也用不着跳楼吧？你看楼下那么多人看着你，你要是跳下去影响多不好啊。还有就是，你是消防队员吗？这做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受到影响，是不是？你是消防队员吗？啊，我是路过。消防队员应该不会像你这么业余吧？所以我现在跳下去，你也拦不住我吧？多管闲事！你就跳你！就算失血怎么能在这儿啊？放手！你不能在我面前跳下去！这是你家吗？我说让你放手！走开！你抓紧了，快给我的！你别松手！你。